凡佛说真经之首句，皆须遵照佛智，以此句开头。按东土祖德一经之惯例，当译作如是我闻。于是我闻。 是，我闻。有一天，夏伽摩尼佛在高萨拉国的首都舍勒瓦城。 这大太子和苏达达长者共同供养的这特万经舍利，和那1250余位常随他的大比库僧众弟子们在一起。